透过了艺术创作来营造吸睛的新亮点。苗栗县明德社区养蜂富裕中心协会聘请了专人来彩绘门面，以蜜蜂为主题的缤纷意象，不止美化了当地的环境，同时更重要是让大家一眼就知道这头屋乡明德村的特色产业。蜜蜂采蜜跃上门面，亮眼又吸睛。头屋乡明德社区推行社区养蜂至今有5年时间，养蜂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社区养蜂不仅得到居民认可，也成了在地特色产业。为了呼应环境教育推广目的，养蜂富裕中心协会特别订定打造蜜蜂彩绘村的目标，凸显养蜂产业特色。我们现在除了说把这个养蜂的部分当作我们社区的一个产业之外，我们也希望说在整社区的整体造型上能有更多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也让游客只要经过我们这明德社区，即使他不了解说我们是有在做社区养蜂，来到我们社区看到了那么多的一个蜜蜂的意象，就会了解说我们是针对生态或者是说环境的部分相当注重的一个社区。明德社区养蜂富裕中心协会从自家据点开始，串联社区活动中心、明德国小，营造走到哪都可以看到充满彩绘蜜蜂以及装置艺术的特色社区。原来我们活动中心就一直借由这个社区规划师的部分，营造了我们社区很多的一个蜜蜂印象的一个作品。那同时我们现在也推展到活动中心以外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个养蜂富裕中心这边，做了一个蜜蜂的一个彩绘，那我们希望说慢慢的再把这个彩绘的部分做了更多，会做更多的一个推广，让我们这整个社区的整体造型都有，都有很多，包括了这些生态的一个介绍。紧扣生态环境与艺术文化等元素，让造访民众在街道上就可以欣赏在地特色。明德社区也欢迎各学校机关团体预约参访，进一步认识养蜂产业。